为主，还有很特别的蓝色边线的这一个提盘呢。哦，原来还有，我们还有编号十九的这一个旗袍小姐，我们有请编号十九的陈诗莹小小姐，来要到我们的中间，给我们看一看你，中间中间，以一身白色，还有这个闪亮樱花，还有这一个孔雀，还有我们的小小小小的迷你小姐，给予她。掌声，来来来，再多一次掌声。好，有请各位隆重安领，今天晚上选哪一位旗袍小姐？别忘记，只能打一个勾，如果多了一个勾，那就是废票了。请各位讨论讨论一下，然后现在就在刚才这一个表格上打上一个勾。待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。